时候院长说我会做好，我会做好，我会做好，都是用描述形容词在批评，这怎么是描述？我讲的是法律制度。哎，院长，你也当过立法委员呢，你也当过立法委员呢。我不但当过立法委员，我还当过省议员。是啊，我当省议员哦。你很清楚我在讲什么。我在，但是你，请看的都不跟我讲。你身为院长，因为你讲的话，我真的觉得，来，我觉得很悲哀。我不但当过立法委员，院长，我还当过省议员。我当省议员在执行你爸爸的时候，你都没有像你这样。讲过了哈，这段你已经上回我都给你爸爸说了呢。我知道你持续，我爸爸谢谢你不断告诉我这个事情。啊、不会像你这么吵，但是一直不跟人家讲，不一样啊。因为当初你是民意代表，我爸爸不是民意代表，我是民意代表啊。而且我讲的都是正确的事情。民意代表，你们如果都不回应，当时都给你爸爸说。台湾是民主国家，哎，没有像你这样。请问一下院长，你又开始都在挥这些，你要讲我讲的是有道理的、啊，你何必给人家？我讲的是有道理的事情，你也都不因应。我真的觉得台湾的民主走到现在哦，台湾的民主走到现在，我真的觉得我很觉得很悲哀了啊、哦！就是因为我当过教育局长，我才知道你们是骗人呐、啊。就是因为我当过教育局长，我才知道你们是骗人。所以你以前是用骗的、哦？不是啊，你们是骗人呐、啊！啊，你们现在是骗人呐、啊！对，我们这个局长，我当过教育局局长，知道契约一年可以改啊。所以你们一年可以修，所以你们现在说用契约来挂保证、哦、是骗人呐、啊！哦，你是这样。当然啦、啊，但是骗人呐、啊！哎，做过局长，你们现在是骗人呐、啊！你们用契约，契约年年可修，而且你教育部就可以修。不需要经过立法院，你们要搞不需要经过立法院的把戏啊！不，要玩不经过立法院的把戏啊！对，我们这次已经吃亏太大了。食安法修法留个漏洞给你们，不用经过立法院就闯关，黑箱作业一样的问题。学校你不修学校卫生法，我不把你们关起来。我哪时候知道你要开放啊？很难讲，因为我就说了，因为学校卫生法是写，是写优先使用。你是学法的，你很清楚吧？你很清楚吧？然后在院长，我真的觉得你刚才对我的人身攻击的很没风度了，就没风度的。不，我的意思，你就没风度。你从一开始就想我欺骗你哈，你还挂一个牌子，我才是骗，还我是因为我才我做过九定契约一年可以一修，这个、我结果你这样讲法，我觉得你真的侮辱到，你一直用这种言辞不好了，侮辱到人呐、啊！哎，你这侮辱到人，你真的是太没有攻击的言辞。身为行政院院长、哦、有失风度，真的要有风度一些了、哦、一直维持，所以你真的很没有风度啊！到现在一样还不愿意跟人民道一下歉呐、啊，这个毁节心累了哦，你用这个攻击拍谁了哦？你用攻击，你可以用比较柔软的方式，我们都接受。受啊！再说，你可以为爱这样道上道歉三次，跟人民民众在你眼中是什么？在民进党眼中是什么？那么多人民拒绝你，难道一点都不在乎吗？